早起来，就有一个神秘的隐藏任务要去做，好期待哦！出发！现在已经55分了，好紧张哦。电梯好像是一个超快速电梯，7、8、9，直接直达25楼哎，这样我应该来得及吧？59分。Hi, yeah, Tai Chi tomorrow. Today one by one. First time. 师傅，师傅。Yeah. 师傅好，师傅。好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太极。来看一下西瓜，一个大西瓜要怎么画吧。然后因为他那个告示牌是写说在泳池畔旁边打太极拳，然后会有很多人这样子，然后我一上去呢只有我一个人耶，我以为我是会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推，然后很适合早上的一个运动，结果我发现师傅超级认真在教我打架的，但是我觉得很酷，因为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太极拳。各位小心了，我已经学好非常多防身术了，以后看到我真的随便不要碰我肩膀。Hello， 我们接下来要去吃午餐。我以为没有雨了，但是现在还是有一点微微的小飘雨。好不好吃？因为这一间我没有吃过，我最喜欢的是望城冰室跟那个华嫂冰室啊。到了。
刚刚发了香港有什么好吃的，大家讲了好多，莲香居阿嬷餐车、酒浸牛郎、酒浸牛腩、鱼蛋、煎酿三宝、咖喱鱼蛋、西多士泰安楼，好多哦，谢谢你们，希望我有时间可以去走走逛逛。我的车没错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换了一台，他可能找不到我。怎么每个 Uber 停的位置都不一样？奇怪了。2030，拜托不要再开走了。好。煎饺，稍等一下啊，好，谢谢。上菜了。而且这个里面的位置的距离真的是近到一个，就像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一样，这样就是跟对面的人面对面，然后只要我们两个同时吃东西是会撞到额头的。里面的气势很多，然后预热了，还有里面跟那个金沙就是咸蛋黄融为一体，超级好吃，然后它外表现得非常酥脆。一个人吃七个有点太容易腻，点那个菊花蜜。那种对桌的饺子，谢谢。现在吃完是7:10，然后等一下在这边吃一下鸡蛋仔，然后就可以去准备我的代购行程了。它很可爱的是，它有新叶，我想要点这个，因为这包是什么？点点看，我觉得这家鸡蛋仔超酷的是，它除了卖鸡蛋仔，它还卖烧麦、熟麦、玉米、螺蛳粉，还有鱼蛋，超多。它的星星不是饼皮耶，是饼干耶。7:38，然后我要去铜锣湾帮朋友们代购。Time is great。
看到时代广场就想到我上次去纽约的时候，我们刚离开时代广场，然后时代广场就百年大淹水。我现在要来到了香港的时代广场，香港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好啦，那我要去开逛咯。耶，逛街 Apple。香港的朋友，我大学的闺蜜 Apple， 嗨，然后一见面跟我一样，哎，跟我一样花钱了，傻眼，我才来三分钟，然后就买了，好险没有来，我真的因为你要凑不到，凑久了，我在看，刚好看超久的，哎，真的那个包真的很好搭，好看，好看，拿起来，吃汤圆啦。刚刚 Apple 说这间很好吃，你怎么找到的？上小红书找的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点的鸳鸯汤圆，我先喝一口汤。哇哦 ，You can really dance。是弄什么？加在红豆汤里面，台湾的，在红豆汤里面没有加在姜汤里面，好像比较少。对，我吃不习惯，但是它的汤圆超级好吃。充实哦，买的新包包，可爱吧 ？Apple 的这个299港币，大概台币1200，很可爱吧？外景可以背的外景小包 ，Run Monkey，Rakuten Monkey。去森林买石头，石头哎，真的是石头，超重，超轻。我现在觉得我一手是相机，然后一手是你可以做重训了，超级重，可以。所以我刚刚就跟你说，我们打地好了。